哎，我是真服了，我们要个大腰带他也抢，你要玩啥呀？炼金是野怪四六给的，尝到失败的滋味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我想你会习惯的。谢谢守望帮我打的飞机，野怪爆的还不行吗？算你们赢了。这爸爸，那个大傻的，诅咒他，诅咒他，野怪全给他爆炸腰带。什么变异？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吗？我想你会习惯的。粉碎机。要个老头，三发明了。看看他爆的啥装备，全是大腰带，哎，全给他爆大腰带啊，全爆大腰带。全爆大腰带啊！全爆大腰带，给他十个大腰带，那不喜欢腰带吗？都给他爆腰带，这么喜欢腰带，都给你爆两个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名流搁哪呀？可能赢不了，我没想好玩什么这把。黄毒加振奋，要血不要命。狼，狼啊，狼已经有一家了。没法玩了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撇一张炼金吧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玩啥呀。克九五，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玩啥了，但我感觉这把拉九拉不上去，我觉得这把拉九很难拉呀。
一胜一败。拿张蚂蚱吧，来把黑魔啊！行，刚才熬夜波比不卖好了，机器人上啊，机器人换小炮啊，也行哈。其实发明家过度不想过了。这把估计够呛了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玩啥，我只会玩升到九级的阵容，其他我不会玩。上来把我那，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上来把我那大腰带给我抢了，这个人我就有点不会整了。给我整不会了，这不专一说嗓音，这血太少了，血多点还行，80多滴血，2连败都没了，最多也就6连败。不合适，算了。正在路上，别对儿了，行吗？能不对儿了吗？终于不用上这倒霉的 EZ 了，赶紧给他下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别急，我还有这个。上个飞机。一个装备没有，我正在追尾，两级客没给装，这有点问题啊，还给一只左的甲忘给了。
现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我都已经粉碎机了，我还能黑魔了吗？我感觉我是不是不能黑魔小巨人，赶紧的！啥也别说了，小巨人伺候。上去，上呗。大剑有吗？你要啥我要啥，我肯定不给你。哎，你想要的东西我肯定不给。不知道我玩啥，但是我肯定是不能给你。下回合我们得确定阵容了。看看到底玩啥吧。太低呀，怎么谁也打不过呢？奇了个怪了，没装备是吗？
确实没上装备。而且我的英雄老打假赛，一整那炼金没背出来，老头没炸出来，炸弹人撇歪了，技能没一个放准的。看有没有攻速大剑，有攻速大剑我就轮着吗？没有攻速大剑，我也不知道玩啥。坏了，坏了。法宝来一个，法宝来一个吧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法宝炸弹人肯定不行，这样吧。来个黑魔吧，黑魔，我们八级找一张维克多，一会儿拿个女神乐，哟西，可以。黑魔好凑，还指着维克多，那不指维克多指啥？那没办法。反正我这血多，没关系。这个没问题。下回合拉吧，慢慢换。算了，下回合拉什么玩意儿呢？下回合拉了。就这回合拉了得了，艾克先上去玩吧。五发明家不要，有维克多的活，没有就死。喊着，不要喊，要锁着脚。
完了，我没有微古斯了，咋整啊？正在运转，咋办呢？我们开始行动吧。关键这腰的耳人他一张也不给我蹦啊，这个没问题。畅想悲惨吧，塔姆可以用啊。下回合把艾克吞了吧。够呛了，我估计够呛了。乘胜追击失败，这个没问题。给两把破弓，这是给我送弓，我操你妹！哎，火男没拿啊？哎，火男没拿呀？完了，火男没拿，哎。也没个人告诉我一下子，你说这样吧，给了个三把破弓啊，也不知道要干啥，你说。能不能把底下这几个人给他熬死？
为什么我是掉一滴血，那个人掉零滴血，而我却死了呢？我看着这吴老高怎么死，兄弟们。他干啥呢？他给他全给卖了，他干啥呢？九级上七个人呗。啊，玩那个拼多多维克托，你他妈有那实力吗？你有那个技术吗？会玩吗？我挠九级上七个人，你会玩吗？上人口以后啥也没有，九级上七个人上啥呢？不会玩就别玩，非得抢个大腰带，他妈的！比我强，我是因为不实在不知道玩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实在是不知道玩啥了，想了半天呀，也不知道玩啥，这装备给的不知道该咋玩。